潜水时，氧气将耗尽的手势是？潜水时，氧气将耗尽的手势为何？我的答案是 A， 这要有潜水的才晓得。嗯，这要潜水。哎，阿杰会潜水，我记得。潜。那手心朝上晃动是什么意思？手心朝上，没有，我从来没晃过，所以不知道。应该是黑白 check。输的再往下是。晚间六点，京都念慈庵全明星攻略。